哼，其实我不是胖的嘛。救命啊！好肥！哦，这间店看起来不错哦，走过去看看有什么衣服吧。好多草草站在门口，我没有勇气走过去。回家吧。也许像是流氓般站在门口，不能对导演，不能对导演，不然他们会杀我，会杀我啊！我活下来了。来下标喽！这件裤子我想好久啦，啊，好期待啊！寄出了没啊？物流进度到底？怎么还在订单处理中？到底要寄了没啊？我上次真的超丢脸的，我遇到一个长得很像阿文的，我就直接……哦，对对对，我遇过，认错人嘛。干，我自己也是，就以为那是阿文，直接拍他肩膀，然后对方就一脸懵的转过来，我想说：沙小，沙小，你是谁啦？不让我讲完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。啊，我妹子，一定要看到她长怎样，不然我会睡不着。减速，后照镜快速看一眼速，